桑姐嘛。哦，是哦，早晨的那个桑姐是这个。惩罚哎，只有我不对，那我是惩罚哎，你们。我再等一下再告诉你的惩罚是什么。很厉害的惩罚。还好啦，不困难啦，可能会有鸡啊、鹅啊在旁边。他的许多不一样，用两根鸡爪抓头。哇，可以吗？你做，如果是鸡爪，你可以吗？接受？不行。还有连鸡爪也不行。那连鸡爪还有什么？他最怕就是鸡爪跟鸡头。没有，最可怕的是鸡爪。其实没有没有，其实很多人怕鸡爪。那个，因为鸟类跟恐龙其实很相近。卤鸡脚我很爱吃，但是我阿妈都不让我吃。嗯，较早的人拢讲啊，食鸡较会裂破菜，就是说你安尼袂用切菜，安尼所以叫我囡仔拢袂使食。其实是爸爸妈妈、阿妈最喜欢吃鸡脚、啊，哦，因为他们自己想吃。哦、对，所以就发明了这一句。他们过年就说什么红包先放我这边。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是一样的，快要你讲的，你有考虑家里面的心情？对我爸爸妈妈，他们很喜欢花钱送礼物。然后等一下，人家一出去，啊，你怎么把人家的红包都？真，这是事实。我不知道啊，是你家的事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听人家说。我家也是这样。康哥，你们在小时候呢，都很调皮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是怎么样调皮啊？就是比如说，鞭炮放在马桶。就是炸牛粪，就是鞭炮嘛，插牛粪，然后点，然后就跑，就叫那种比较小的。对。哎、欸，你去看，你去看，什么？什么？砰！然后回家就被他、啊、就被他爸揍。然后像一般这种大广场，就平常。很多事情都会在这里，这里聊天。比如说，我们以前要领粮，我们有那个军粮，对军粮，我们都有那个卷，眷属都有一个卷粮卷。然后你会看到大卡车、军用卡车开进来，应该就会在这，它会停。应该是然后呢，就会有两分吗？对啊，就你就拿那个卷去换食物这样，然后换米、换面粉、换油、换盐。然后比如说我们家如果比较爱吃米，你就说我面粉都要换成米。那有些人说我全部要面粉也可以，但油是一定要，什么沙拉油他会打给你，盐就一包盐啊这样。那时候就蛮好玩的，比如这个时间每一个都被叫回去了，说啊我去吃饭，然后就会有一两个在那边，然后就会妈妈就会说干嘛，家里没人啊，那到我家吃饭去。然后就去吃饭。哇塞，感情超好的。所以我们就常常差不多吃饭，总在家门晃来晃去。康康，还没吃饭，还没进来哦，就去吃。爸妈还没回来，就很好，都会照顾你。对对对对对，互相照顾啦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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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